生命危险，在这里现场实况转播。哦，他已经下来投降了。有没有看到歹徒下来投降了？我放大一下，应该是没。他已经下来投降了，已经举起双手了，叫他转一圈。他慢慢退，慢慢退。被警察逮捕了。哇，警察可以把枪收起来了。已经大排长龙，把所有的车子都已经挡住了。直升机还在天空飞啊飞啊飞，我看到。这是我来到这里第一次看到枪战现场，不过我是没有听到，真的很危险的。这样应该没事了。不过另外一部车怎么？还是那个人不是刑犯，只是看到这样的情况，赶快绕跑，车门打开，赶快跑掉。